神奇泡泡布灵布灵变身。七个海洋公主长得也太好看了吧，特别是紫心公主，我最喜欢她了，她变身的时候也太美了吧，好想那个紫心公主的神奇泡泡舞动魔法棒啊，它里面的神奇泡泡奇幻魔盒看起来布灵布灵的，里面还拥有着无穷的魔法力量，我也想要一个，要是能拥有魔盒和魔法棒就好了。不是吧，我许的愿望竟然实现了，竟然还有紫心公主，哎天哪，还有我最想要的舞动魔法棒，有了它我是不是就能像紫心公主一样变身了呀，咱先来看我的同学是美人鱼里的紫心公主，吹黑掏出来，哇、这个紫心公主变身以后的装扮啊，和动画片里的一模一样，快看这还有一个迷你的小星宝呢，来给紫心公主戴上她的小发饰，把后面的头发给梳整齐，好羡慕紫心公主的头发是紫色的呀，拿上魔法棒再戴上星宝，咱们一起和其他六位公主拯救海洋去喽。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看奇幻魔盒，快看盒子的侧面七位美人鱼公主竟然同框了，掏出来，哎，除了魔盒还有三个小袋袋子，来拆开看一看，这个是啊，一只随机的小宠物，哎，好可爱呀，和我的手指差不多大，再来拆第二个袋子，这里面会是什么呢，竟然是布卡卡片，可以变外出专属的美人鱼小周边啊，最后一个小袋子啊，掏出来，这是，哇，竟然是电玩手链的套装，把它们串联起来，布灵布灵的，好好看啊，最后就是我心心念念的奇幻魔盒啦，开盒，哇，果然跟动画片里一模一样，这上面还有一个星星镜子呢，看看它是不是可以像动画片里一样进行泡泡宝石追踪，泡泡宝石追踪，哇，真的可以耶，好神奇啊，再来个泡泡宝石还原，泡泡宝石还原。还能魔法变身工具哦，我和紫心一样也拥有了奇幻魔盒了，最后咱们再来看看紫心的魔法棒吧，开启，哇，好漂亮的舞动魔法棒了呀，表面满满全是小亮片，亮晶晶的，好像真的有魔法一样啊，最神奇的是它竟然还能投影呢，不但能投影还能切换超多的画面哦，小公主们的日常全部都在里面啦，除了魔法棒还有一颗软乎乎的星宝，捏起来好解压呀，这礼盒也太贴心了，竟然还有紫心公主的换装贴纸啊，这里有两套装扮，一套是日常在学校的装扮，一套是变身以后的装扮，我还是更喜欢这套变身以后的，看起来特别精神，礼盒里竟然还送了我一个和紫金公主一模一样的发饰呢，所有装备都齐全了，这代入感也太强了吧，瞬间感觉自己就是一个真正的海洋公主啦。